你们吃过比头还大的辣条棒棒糖吗？姐姐，给我来一根棒棒糖。啊，那最后一个刚被小月月拿走了。那怎么拿？那我走。哎，别走，我给你做一个超大的辣条棒棒糖。姐姐，辣条还可以做成棒棒糖，你不是忽悠我吧？等着瞧好了。将辣条盘成圈，然后用牙签固定，继续用牙签固定，插上竹签就做好了。姐，你的辣条棒棒糖好了。哇，真的比我的头还大。嗯，又香又辣。你们还想看糖子姐姐做什么？告诉我们哟。小娘子，快给我做个蛋糕。你个小包子婆，不怕长胖吗？哼，本小姐今天心情不好，想吃甜食快乐一下，快给我做，不然我就让我妈把店给你关了。别，我给你做就是了。哼。初次夏天感觉，哦，你眉间柔情似海的双眼，心跳像风。做好了，哇，这是什么糖呀？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这个可是优哈家的普超十斤软糖，好吃不粘牙 ，Q 弹有嚼劲。哇哦，给。嗯，姐姐，我也想吃。姐今天高兴，赏你两颗糖来。但是呢，蛋糕得归我。拜拜。小包子婆，你给我回来，剩下的普超软糖我要全部都拿走。宝宝们，你们说小包子婆是不是很过分？你们肯定没有吃过这么大的薯条。小娘子收租了啊。包子婆能不能过几天呀？这样吧，我看别人做薯条都这么大一根，你们要是能做出来的话，这个月的房租我就给你们免了。哦，姐姐你会做吗？没办法了，那我试试吧。宝宝们，你们给我点个小爱心，给我加加油吧。把蒸熟的土豆捣碎，加入淀粉，搅啊搅，揉啊揉，切好下锅。哇哦，你的笑容挂在我的我做好了，包租婆。可以啊，小狼子。嗯，不过你这个超长薯条也还不够长啊，这个月房租只能免一半啊，先走了。哎，包租婆，姐姐，小月的账数就是学包租婆的，哼。宝宝们，你们说包租婆是不是说话不算话呀？她这样做对吗？天哪，干脆连账可以自己做了。小狼子，把你们手上布的干脆面拿出来。只剩三包了，你要几包？本小姐全都要了。姐姐，给我留一包嘛。顾客是上帝，你懂不懂呀你？拿了吧你。拔死。啊，我也想吃干脆面。没事，姐姐给你做一个干脆面，又香又脆。大功告成，快尝尝。天哪，真的是干脆面，太好吃了。好啊，你们这个坏姐妹，居然骗我，不是说只有三包干脆面的吗？这是我姐姐自己做出来的干脆面，比你的还好吃，哼。我拿我一包干脆面跟你换，我也想尝。宝宝们，你们说我能跟小月月换吗？哇哦！姐姐，你快过来，我这边的又大又红。哇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但是我们都摘好多了，我们回家吧。站住！你们这对坏姐妹居然敢偷我们家杨梅！怎么什么都是你家的？哪里都有你！我告诉你们，哼，这里。还有这里，方圆十里的杨梅园全是我妈妈包的。快给我拿来，你给我拿过来。哎呀，小月月，你别闹了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去我们小卖部，我给你做杨梅冰淇淋吃。这还差不多，走，跟我走。你走快点。哼。给杨梅冰淇淋吃了。太棒了。给你们的杨梅冰淇淋好了。哇。
哇，这杨梅冰淇淋也太好吃了！多的杨梅我就没收了，我先拿回家了。小玉，你真小气！你们才小气！你小气！你们小气！小气哎呀，你们别吵了，宝宝们，你们说到底谁才是小气鬼？嗯，姐姐那个西瓜好甜呀！好啊，你们这对坏姐妹，吃西瓜也不叫我。这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，为什么要叫你啊？就是不讲道理。拿了吧你，一起吃。什么？小玉玉，你太过分了！我就要抢，谁让你们粉丝说我有公主病的？姐姐揍他！来呀来呀，揍我呀！看你姐姐那么瘦，打得过我吗？姐姐怎么办呀？西瓜都要被小玉吃光了。小玉，你赶紧把它还回来，不然我动手了，把你打成叮当猫。打我呀，打我呀！我姐姐劲儿可大了，都能手撕西瓜。我不信！呀！不孤单，在心上家，唱歌的人们歌谣，该是能得到悲伤的人，把一切都留下。飞到天涯海角，我是勇敢的逍遥，哪里有你分的啊？我要回家了，我妈喊我回家做作业。你不是喜欢抢吗？这个送给你。我不要了，妈，你别来小帽子吃猪了，小帽子该换我。宝宝们，你们说小玉是不是欺软怕硬啊？小莎，小莎，你看这是我妈妈给我买的新发卡和新衣服，好看吧？小玉玉，你今天好漂亮呀！那当然了，我妈妈对我可好了，不像你什么都没有。小玉玉，你又在这里胡说！姐姐，我也想要好看的发卡。等着，姐姐拿这个芒果盒给你做一个超好看的发卡。哦。做好了。哇，芒果盒居然还能做发卡，姐姐你好厉害啊！我今天穿的这么漂亮，芒果盒发卡应该给我才对。谁说只有你穿的漂亮了？哇！哇，这衣服真好看。那当然了，我可是对比了好多家才到优惠下手的。666年终大促，新款也打折，不让多花一分钱。小玉玉，现在芒果盒发卡该给我戴了吧？我也要去买，这样比赛才公平。现在上完优惠，搜小十二或者点击评论区链接就能买了，不合适顺丰还能上门换货。小玉玉，我戴这个发卡好看吧？我戴也好看。哼，那就让粉丝宝宝来评判吧。宝宝们，你们说谁戴芒果盒发卡更好看呢？